是白菜。今天瑞亚和白菜要玩一个非常好玩的双人游戏，是火箭满天星游戏。我们一起打开看看吧，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。啦啦，已经打开了，这上面呢有一个火箭筒。哇，这个火箭筒真的好可爱哦。它怎么样才能制造出满天星呢？我们打开看看就知道了。看我们这个火箭筒呢，它这个盖子其实可以打开的，这个可以打开，打开之后呢，在它这里面有一个内胆，这里是放星星的地方。星星在我们这里，我们需要把星星都倒上去，倒上去之后呢，我们把它合上，合上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拉绳，这拉绳是其实是一个计时器，拉多长呢多长时间它就会砰，天，爆开，然后这时候我们星星会被炸出来，我们需要拿我们的这个小碗去接。好，那我是不是可以随便选喜欢的颜色呢？其实呢它这个骰子上呢有写一个红色的盆盆，红色的盆盆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红色的盆盆加一个蓝色的盆盆。这里是五角星，我们一人来甩一次这个骰子，看我们甩到什么就用什么盆盆，好不好？可以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开始来摇骰子吧。好，那我先来。好，摇一个。再来一次。星星。那我再来一次。哈，是一个蓝色和一个红色的。你好厉害呀。是的，我可以拥有两个盆，对吗？对，是的，你有两个盆。哇，那我可以接超多。到我了。那该你了。天啊，再来一次。一个，我只有一个红色的盆盆。是，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开始让它满天星了？对，然后可以让它炸开了。好，那这个拉动它，拉动它，好，使劲。这么长吗？对，好，开始喽。你看它的绳子其实在慢慢的往回缩。对。我一个都没接到。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把这个星星放进去再接一次。好啦，现在呢我们重新把这个星星放上去了。但是呢瑞亚姐姐跟白菜上一轮什么都没有接到，没错，所以呢这一次我们要再来一次，我们需要重新掷骰子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先把它盖上，你先来掷。哦，我是两个。你好幸运哦，你这次传承了我的幸运。对的。那我再来摇一次。哈，你也是两个。我也是两个。那这次我们很公平，其实很公平了，它就是用摇骰子来决定的。对，好，我们可以开始了。这次我们可以拉的稍微短一点。好，那这次我拉稍短一点哦，这样子。好啦，哦，有两个就是不一样。是的，可是上次我有两个也是一个都没有接到。上次我是有点傻了，因为它打开之后它没动静，我以为它卡住，没想到后来弹出来。对，就是而且它散落的那个位置非常的远，所以现在准备，预备，我开始。耶，我一个都没有。我接到了两颗小星星。我要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好，我们再玩一次。对，实在是我真的三局。好啦，把它放上去。好，把星星全部都放上去之后合上它。对，那我们现在还要重新掷骰子吗？好，我们重新来掷一下骰子吧，这样比较公平。好。哦，还是两个。哇哦，幸运哦。哎，我是重新来一次。对，我拿回去一次。哦，我也是两个。太好了。对，那现在我们来拉动我们控制时间的线咯。啊，我这次一定要接到，一定要接到，不然真的加油我三次一个都接不到，真的太丢人了。摆好姿势，好，准备，耶，快了吗？快了，快了，什么都没有啊！我还是什么都没有，我简直就是一个游戏黑洞，我太生气了。好啦，今天我们的游戏就结束了。瑞亚姐姐接到了两个，已经是非常幸运了，真的非常难。是的，白菜姐姐，对，白菜姐姐，不怪白菜姐姐，真的虚拟的接到了两个。
真的非常难。其实呢，有一第一比赛第二嘛，其实这个呢，只是一个娱乐而已。对，然后小朋友们也可以用它来跟我们的朋友一起来玩。其实呢，这只是锻炼我们的一个反应能力，能不能在最快的时间去接住这个小星星。对，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游戏时间就结束啦。小朋友们一定要给我们点赞和关注哦。瑞塔姐姐和白菜姐姐会在视频的下方抽取一个幸运的小朋友，邀请他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，跟瑞塔姐姐还有白菜一起来做游戏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，拜拜。